我帮你拿住哥哥。没有吃肉的人才能进去，有吃肉的就不能进来。表达茹素意愿，通过各项关卡，小朋友以登陆蔬果星球为荣誉。吃的是奥夫地球。如果吃肉的话，动物它的爸爸会伤心。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用这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，在这30天吃素里面。救生护生持斋戒，吉打慈济幼儿园也准备好了。我们一起来吃素吧。准备好了。世界要苏醒，从校园到网络，更走进店家。啊，有啊，还有段时间呢。透过直播的方式，也让家长跟大众都知道我们这个蔬果护照的活动的进行。吃一餐素食打一个勾。哦，自己打勾是吗？还是那个店要帮你打勾？自己打勾。自己打勾，好。OK， 任务完成。因为地球生病，我们要请很多很多的人来爱地球、爱动物。小朋友正在为自己打造干净的地球，以爱为出发点，号召人人共知、共事、共行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